虽然我的弟弟100斤体重，有99斤环骨，但赵老师成为我女朋友后，他还是收敛了不少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家里的音响又成了他的突破口。你在干嘛？做题呀、啊。做题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小爱同学，对，142减78等于多少？答案是64。0.45×20等于多少？答案是9。你这么做题，你还不如直接问他怎么才能不做暑假作业。小爱同学，在有没有方法能让我不做暑假作业？让别人帮你写。哦，哥哥，靠你了。什么就靠我了？他说的，让别人帮我写。我来帮你写怎么样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到时候是他说的，不用我问。哦，小爱同学，哎，弟弟不想做对怎么办？可以想象学习是一个打怪升级的游戏。打怪升级，这我可太擅长了。我非常想打我的弟弟怎么办？最好不要打，打了会后悔的。我非常想打我的哥哥怎么办？想打就打，支持你。支持你。